那我们有请佳代带来一首好听的我们的梦中的婚礼啊，我们最后的送给大家好吗？对，我们以一样一个钢琴曲去结束我们今天的上半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我觉得会很浪漫。那么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导播老师准备一下我们的佳代来。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个特别好的音乐会落幕的感觉啊，我们有请一下佳代给带来一首好听的梦中的婚礼。一首好听的钢琴曲啊，我们梦中的婚礼送给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那么上半场的演出呢就到这里了，我们的